我练五六年了。啊，就是这个连太极拳的这个刀啊、扇呢，一共是五六年啊。啊，五六年了。啊。跟红娘推介同是单身的好姐妹儿。我们傅大姐也单身哦。啊，谁单身？我们最傅大姐啊，好，看一个，啊，那也好几个呢。啊，那一起找多好。啊，我得把这梨洗一洗。你也别忙了，那我洗一洗。我洗，不用，我洗一洗。昨天晚上他来电话来太晚了，我也没买水果。哎呀，这个这么老远来的，真是不够意思。没事，我们这不是到串门吗？中午咱们领着上饭店。上饭店。上饭店。干啥去了姐？我烧点水。啊，不用忙，不用忙，我干不渴。这么一会儿功夫啊，池大姐这热情好客的性格啊，体现得淋漓尽致啊！一顿端茶倒水上水果后啊，好不容易不忙活了，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这单身的好朋友。我们傅大姐特别优秀，她是怎么的呢？她是老伴儿吧，她老伴儿也有病，也十多年了。看看这热心肠的池大姐，光顾着介绍好姐妹啊，都快忘了红娘这次来是给她找对象的了。池大姐说啊，自己啊就是老了，这要是年轻那时候啊，介绍对象这事啊都用不上红娘。我这是老了，我年轻前也是个大红梅人。哎呀，宝贝了。都是我的活，我保的这些对象十个有九个成。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。看池大姐光替好朋友着想，都忘了自己的事儿了。于是啊，她的这俩姐妹决定啊，还是回家做午饭去吧，也好让池大姐专心展示展示自己个儿。